将军，你乃是国之栋梁，大王每每提及，皆赞赏不已。何苦为了即将灭绝的魏国枉费了一身好本领？不如随我一同入宫，共享荣华富贵，如何？你们受死吧！杀！给我杀！ 叔父，为什么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？因为贪婪，不满足。我不喜欢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阻止他们。傻云儿，你能阻止得了吗？他们不听我的，我就打他们，打到他们听话为止。 娘告诉你，女人一定要长得好看，只有好看的女人才能迷惑男人，才能让男人豁出命去为你，明白吗？嗯。你放心，总有一天，娘会让全天下的男人都为你而疯狂。你不会明白的。<笑> 这是陈国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，魏国要灭亡了。那我们誓死不降，唯有殉国。夫人，你愿意随我去吗？当然，当然了。 将军，妙哥也吓到了，把他叫过来吧。诺，青莲，过来。
去吗？将军，何出此言啊？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生存的欲望。我才二十几岁，我还没有活够。说的话，蹲下，装死。
灵儿，别多事。哦。你是活人还是死人啊？你还活着，你爹娘呢？你没有家了是不是？别怕，我来保护你，我让我爹带你回家好不好？亮儿，亮儿快走，走。哎，爹、啊、他还活着，我们带他回家吧。哎呀，亮儿，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爹收养不了那么多人，咱们给他点钱让他走好不好？走。爹。哎，不，我喜欢他，我就要带他回家，他是我的，我就要带他走。爹，我求求你了，最多今年过年的礼物我不要了。爹，那好吧好吧，快走快走。带你回家，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家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可以住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，一起玩。哎，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？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思念不思音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小奴才，好的不学，学会偷东西了。这儿是吕家，那位呢是吕家大小姐，她拿自己家的东西，那叫天经地义。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捡来的破烂货，你还敢跟她比啊？你还敢拿眼瞪我？不服气是吧？啊？还看？好啊，今儿个我要是不把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小贼调教好，我就不叫玉奴。我看你还敢不敢了，还敢不敢偷东西了？不说是吧？我再揍你不说，干什么？说，放开他！小姐，他偷东西，我今儿个要是不把他调教好了，以后就家贼难防了。不许你打他！你要是再敢打他的话，我就让我爹打你，然后赶你出去。哎呀，小姐。他是个下人。谁说他是下人的？我要让爹娘认他做女儿，以后他就是我妹妹。你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欺负我，听明白了吗？诺，走。哼，痛不痛？这些势利眼的家伙，平时都让我娘给宠坏了。有时候你也真傻，他打你，你为什么不哭不叫呢？要是我不过去，你不就惨了？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让他们再欺负你了。我要让爹娘认你做女儿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二小姐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。妙哥。什么？妙哥，妙趣横生的妙，哥是干哥的哥。你叫妙哥？嗯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，所以
我最相信你，你要答应我，你要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不要丢下我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以后只要是我的就是你的，我们永远紧紧地锁在一起，好吗？嗯。爹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不就是认妙哥做女儿吗？那你答不答应？哎，乐儿啊，他妙哥刚到我们家，他的为人处事，还有他的家世，咱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这么贸然相认，会不会太仓促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保证他是一个很好、很好、很好的人。真的吗？嗯。哎呦，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？德叔，德叔，到晚上还要看账本呢。哎，妙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想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吧。爹，你看见了吧？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你就答应我吧。爹答应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针脚要平，要藏在里面，不能光顾着表面，这背面也是一样。针脚要平，要藏在里面，不能光顾着表面，这背面也是一样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我不学了。乐儿，做事不能不而废，你看人家妙哥。娘，是妙哥喜欢，又不是我喜欢，难不成他喜欢什么，我以后都要跟着学吗？我不学了，我看书去。别再看书了，看书看书都把你看傻了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读这么多书也不如有一技在身，这万一将来你的男人不要你了，你还可以绣绣花养活自己。娘，我不懂，为什么我的生命要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？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虐待自己？更何况这个人还希望我笨一点比较好呢。不许胡说，这是女儿家的命。什么是命啊？我不信命。乐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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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娘，你别生气，乐儿他还小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你的苦心的。哎呀，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心疼他。这个世道，女人能不听话吗？我这一生学的就是三从四德，乐儿要是不明白这些道理，苦的是他自己。淼哥，你记住，女人不能太聪明了。我担心乐儿将来锋芒太露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干娘，我明白的。想什么呢？你说这个世界真奇怪，男人跟女人没有见过面就成亲了，然后啊，一辈子要听一个陌生男人的话，还要伺候他，以他为天，完全忘了自己，那跟死了有什么分别？男为前，女为坤，男在前，女在后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。狗屁！乐儿，为什么男人说粗话就是豪爽，女人说粗话就是无耻？我偏不，我就要说，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你永远都不想嫁人了吗？嫁，当然嫁。不过这个和我一辈子的男人，我要自己找。去哪找？朗朗乾坤，天底下一半都是男人，
总有一个是为我等待的。那你的意思，你要去外面找？有何不可？乐儿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乐儿。这边来，客官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您的酒。是否觉得小女子的歌舞难登大雅之堂？我不懂歌舞。那你为何不屑一顾？靡靡之音只会让人醉生梦死，于国于家毫无建树。你可以选择迷惑，我也可以选择不被迷惑。公子此言差矣。古有俞伯牙，今有高渐离。歌舞的最高境界往往能鼓舞人心，力敌千军。你如此小看他，想来不过是个从未体会过其中魅力的俗人罢了。在下是俗人，姑娘又何必对牛弹琴呢？请便。哎，站住站住！红玫瑰，人家不理你，你还倒贴上去？是不是看人家长得俊，春心荡漾了？放尊重点，闪开！哎，站住！哟，这酒楼还出贞洁烈女了？大伙儿听见了吧？跟我讲尊重，一个下贱的舞娘，我就跟你讲讲尊重。哎，放手！哎，别别别！臭小子，找死！谁还敢上来？走，跟我走。你可以放开我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不是要救你，我只是看不惯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没什么好问的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你告诉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多谢夫人。还叫夫人？啊，是姐姐。娘娘。
你先下去吧，回头我再挑些首饰给你送过去。嗯，诺。娘，玉奴要出嫁呀。嫁是嫁，但不是出嫁，是进门。进门？进谁家的门啊？傻孩子，那还能是谁呀？当然是你爹了。我跟你爹20年了，没能给他生个儿子，心中一直有愧。现在好了，有玉奴帮我完成这个任务，我也了了一桩心事。娘，你怎么可以？这是天理，是伦常。天理，伦常，谁规定的？娘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愿意让爹爹纳妾吗？娘，你愿意吗？这总好过他夜不归宿，流连在外面吧。你是说爹在外面？我只是猜测，但没有证据。娘，既然猜测，你为什么不问？为什么不查？问什么？查什么？男人在外逢场作戏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女人要是问多了，是会被人笑话的。我给你爹纳妾，只是怕你爹熬坏了身体。玉奴，他毕竟是自己人。乐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觉得你好可悲。乐儿，娘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可是乐儿，男人是天，逆天而行，那是大逆不道的。再说了，与其让你爹找一个女人回来，倒不如替他选个好的。毕竟这个女人是我选的。以后，他要是再给你爹生个儿子，他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就不会去动你。乐儿，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不是男儿身，娘要保护你。娘不希望将来的女人夺走这吕家的一切，你明白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的保护，我不要这样算计的保护。乐儿，谢谢你，庄主。走好啊！谢谢，不客气，庄主。哎呦，来，谢谢，走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老爷啊，到时辰了。哦，好，老爷，我来吧。谢，你来吧。啊，快一点啊！来。又在发呆？我觉得我娘真可怜。你看，她让玉奴进了门，一样留不住爹。用孩子的性别来决定女人的地位，传宗接代，这就是女人生存的意义啊。女人这么想，男人却不领情。我告诉你，妙哥，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一个只为了爱能和我在一起的男人。我要不顾一切的去追寻我的爱情。爱情？嗯。
大叔，去。李庄主，李庄主，怎么最近好像兵器越来越少了？啊，我已经差人没日没夜的赶了，可时间太紧了，兄弟们都不能休息，所以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可这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，你们可得抓紧呢。啊，是是是。是手下留情，这是犬子。我天亮都到不了家，你在别扭什么啊？我都没计较，你一声不吭的跟着我，你还一心委屈，你到底让我做爹的要怎么样啊？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爹啊？我当然有，我一直以为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不是也说战争就是罪恶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这个一向满口仁义道德的爹竟然是一个贩卖兵器的刽子手。混账。你去哪儿？哎，小姐。老爷，您刚刚下手。哎呀，我刚刚下手太重了，赶快去把他追回来呀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，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醒了。小姐，还好有个少年侠士救了你。要不你一个人在这夜晚的街上就这么晕过去，会出什么事还真不知道呢。少年侠士？啊，哦，他放下你就走了，我也没看清他的样子。哎呀，唐苏来了，香喷喷的唐苏来了，再不是就要化掉喽。嗯，哎。哟。乐儿，哎呀，乐儿，娘要你纳妾，说因为我不是男儿身，你一定要一个长子来传家。爹，虽然我是女儿身，但我的志向和男人是一样的，我也一样向往太平盛世和自由。那就好。乐儿长大了，有志气，那爹就跟你说个秘密。说起两花沧桑，爱恨纠缠成一行，我放手天下只为了你慌张。
说起两话沧桑，前世缘分尽了断，红尘转身你只为我闪泪光。